各位观众大家好，我是玉井神灵，我们今天要回来玩白战十面埃特监狱模拟器。这次呢终于出正式版了，我们上一次只是玩测试版，现在呢它出完整的正式版了，让我们直接进去教训那些王八蛋吗？等着小把罪犯，我会拿我的警棒塞进你的屁眼里面的，把屁股给我翘起来，来啦！嘿，屁股不想要是不是啊？Prison Simulator 监狱模拟器。好的，我们一开始呢，跟之前的一样，先跟他对话。嘿，你好啊。OK， 刚刚这位前辈吧，他教了我，要保持平衡，对，不要对犯人太坏，也不要对犯人太好，就保持平衡，不然我会很惨。啊，谁管你的嘞？我可是狱长呢，不是，我是普通的监狱警官而已。对，你好，监狱长，你有什么任务吗？对，我是新来的，很高兴见到你。我们什么时候可以拿公职？报告做完哦。OK， 我大概知道了。关于加薪的问题会被忽略。我可以打他了吗？我可以不要当警察了吗？我当犯人比较好吧。他告诉我呢，我这边有这个日志啊，日志就是可以看我每天要做的事情，然后做完之后我就可以拿薪水哦，但是没有加薪，所以随便做就好了，不用做太认真。嘿，小兔崽子们啊，准备好了吗？OK， 现在呢我们需要把他给放出来，出来，点名时间，快点。OK， 随时到时候我就打人哦。你再给我那边逼逼，我就直接打过去啊！哈，来说你是几号 ？A， 说 A， 说啊，不要说了，没关系。你在干嘛？你有什么问题吗？你可以跟我交谈。你为什么没有来？啊，你不太舒服是吧？那就靠。啊，你只需要躺一下就好了哦。好吧，我们会盯着你，但是我会标记你到场的。对，对对 ，OK OK。有人在打架了 ，OK， 谁在打架？等下，谁打架？谁打架？嘿，打屁打，嘿，记者，打，哈，这里不听话，不听话，干什么 ？OK， 继续来，下一位你，有道，你为什么不出来？你有什么问题？为什么今天不能去？你害怕谁？Julie Kara 是吧 ？OK， 没问题，我帮你解决他。你为什么？你到底为什么威胁他？哇哦！讲清楚啊！哈啊！给我站好了啊啊啊啊啊！机车哇！打警察！啊啊啊啊！哈！起来！啊，对，下一位，起来啊！我叫你起来，李老师还敢打，打你老师哎，我打你鸡鸡哎，起来，我狗都出来了，李老师，出来 ，OK， 全部人都有大文坛，回去。现在是我的自由时间 ，OK。现在我可以去休息，或者是去训练射击，或者是去锻炼身体。我们去射击场所看一下吧。哎，也太难了吧！我射！喂 ，OK， 好。那么接下来呢，我们要做的是检查包裹，就是他们外面会有亲人送一些东西进来啊，所以我们需要检查一下这个药物呢，这什么药物啊？开，有吗？哦，没有东西哦。啊，那什么东西？这什么东西违禁品啊？我不需要针头。哎，刀片，哎，喂，这什么糖果？这什么糖果？我也要一点呢。这我可以直接拿走吗 ？OK， 不要给他了吧。Wow， the boy with the unicorn tattoo， 男孩与独角马的刺青。哇，是叫独角马吗？哇，很正常的书。OK， 都很正常。OK，
哇，这个我很欣赏你啊，这个有时间来我办公室聊一下。Oh my god！ 哇、wow! 哎，就是我自己留着，拿去卖给别人，我自己卖给别人还比较赚。好的，这样就完成了。好 ，OK， 检查完成了，我自己有偷拿一点东西啊，真棒。那么接下来呢，又是休息时间了，那我们就可以去锻炼身体啊。OK， 这边就可以增加耐力的啊，有够累。接下来呢，我要去找犯人打架了。哎，你们有乖吗？来，谁要去工作来？哎，跟我过来。你一个，睡什么睡？起来！嘿，你要睡觉？哈哈哈，起来！哈哈，拉屎的来找五个人走。我们这边呢要去工作的，知道吗 ？Let's go, let's go， 我们去这边。Let's go, let's go， 进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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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进来。OK， 点名。OK， 我给你锤子，你个锤子。OK， 你去工作。给你螺丝刀，给你啊，随便给你什么，随便给，随便给。对，去工作，去工作。对对对啊，对对，我们要卖出桌子啊，知道吗？谁偷懒我打谁啊？你在干什么？哦，你在熄火是不是？你在熄火是不是？你在熄火是不是啊？啊？哦，哎，你这警察是怎么回事啊？刚好监督他，你在做什么？你在做什么？你为什么你也要熄火吗？啊，你王八蛋！你每个人都在熄火。好，来，时间到了，集合，集合，来，给我集合。哔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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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OK， 来，给我东西，查一下你们身体有没有东西啊？你在干嘛？医疗用途，给我多少钱？快点！你要给我多少钱？给我钱，快点！你不要以为我不知道啊！哇，医疗用途用来捅人家屁眼的，你这又是干嘛？40块，给不给？便宜一点哦，30块给不给？太，玩没说话，我管你嘞！巴拉妹，集合，小心，快到！5、4、3、2、1。后面来，被打后面来的，后面来该打后面的。好，那么这样的一天就结束了，我们继续要到简报室去汇报一下就可以了。报告，今天一切完美，今天完美好事了，今天完成了，耶、yeah! ！我赚了10块钱贿赂来的，然后尊重也增加了，暴动风险28%，哇哦，随便啦，就这样我每天做的事情啊，来看一下待会会发生什么意外事件吧。来，现在是我放风时间了啊，走走走走走，走快点啦，干嘛干嘛想打？嗯，打警察啦！你在干什么？你在这里做什么？意外绊倒了。OK， 好，你给我停止，你给我停止，打手枪是不是啊？叫你停不会停哦，看到吗大家？做了怪东西我就该打啊！好，来可以了，你们放风可以了啊！给我集合，集合，集合，回家，回家 ，OK。OK， 接下来我们来到刚刚搜查东西的地方啊，那么我们要干嘛？来，下一个囚犯进来。哎，你要送出什么东西？给我，我来检查。OK， 你的身份是什么？一样吗 ？OK， 身份看起来是一样的。OK， 那么我们同意你出去啊。OK。Next， 啊，一个而已啊。OK。好吧 ，OK， 然后最后晚上呢，我们再玩点名就好了 ，OK。来检查，来给我集合，打架，警察打人，打，给我打，给我打，打打他，打他，打我哈，啊，来点名，你为什么不服？点名了，你在这里做什么？也许你会回去，也许我要你马上，也许耶，你老师的心情这么爽啊？你老师欸，也许会打你，但是我还没打 ，OK？ 你没有看到，是你甘愿也许回去了吗？哈，回去！哼，这一天就完成了啦。
哎，有紧急事件发生，有。OK， 是我，我去你的大 ，Hello。保险丝坏了而已啊 ，OK， 我可以去看。哦，是我新来的，对。好，我这就去 ，OK。OK， 真是的，没有发生暴动哦，好可惜哦。工具车间，来，拿工具啊。有什么坏掉吗？两个东西不见了，怎么办？有，我收到了。对，我在旁边。有两个不见了。哦，有人不见。OK。事件来去检查，嘿，你再跑，嘿，我可以用枪吗？现在不能，王八蛋，嘿，你还要跑啊？哎呀，真是的，对，你老实嘞，滚回去啊！哦，不要打了 ，OK， 你是不是偷保险丝？对，你要干嘛？这里不安全。哦，如果你对其他囚犯有意见，请告诉典狱长。对，哦，那你可以贿赂我，我搜查你先啊。这什么东西？我先拿走。第二个在哪里？啊？阿森那边太厉害，在某个路掉下来了。跟着我，先回去啊，待会再惩罚你啊。巴拉妹，喂，哼，还好还没有去拿枪啊。医务室这里有吗？等下，医务室有哎。哦 ，OK。OK。哇，紧急事件，但是也没有到很紧急啦。报告典狱长。停电原因已经知道了。对，让上级知道，让他延长，对，让他继续被别人干屁股 ，OK。哇哦，今天结束了，我还蛮有钱的呢。哇哦，那么期待接下来还会有突发事件吧。Three days later， 好的，不知道来到第几天，怎么回事？这发生什么了？早上发现他，他就被针对的，一开始被针对，然后试图逃跑的吧 ？OK， 他逃跑就是因为他被针对啊，害怕。所以呢，没有人看到他，你们确定吗？我们要报警吗？我们就警察 ，OK。他是自杀还是他杀 ？OK， 我愿意去干这个活 ，OK， 我可以 ，OK， 我来检查一下。Oh my god， 那我要死了。莫西，搜走他尸体一下。Oh my god，OK、okay。我觉得他一定是被他杀的啦，他会逃出这里就是因为他害怕。刀哦，占为己有 ，What the hell？ 我居然占为己有 ，OK， 我拿到了，他们就是用这个来杀人的，自杀不可能会用这方式的，自杀用这个来割自己也太痛苦了吧。哦，还有锉刀呢。好的，报告。我找到刀片了。还有吗？没有。这不自杀，对，对，失踪的警，还有警卫失踪啊。OK。他和受害者是好朋友，谁？摄像头没有被坏或者被遮挡，也许拍到什么了。OK， 接下来我们要去找他的朋友来交谈，或者是找警卫，那个看守的警卫啊 ，Albert O'Neill， 嘿 ，O'Neill， 我现在想跟你谈谈你的朋友，对，是谁？你有看到吗？OK， 你要多少钱？你的孩子快不行了，你可以替他还债，给我烟蒂，好的。好的，他需要什么？烟蒂，他需要烟蒂，因为我之前有拿过一点。OK， 你的朋友在这个监狱。OK， 是谁？我刚刚不小心按到跳过了。好，接下来跟警员啦，我们刚刚得到一个名字了吧？应该是，但是我跳过了。监控室，嘿 ，Mario， 嘿，我有几个问题是关于。
对对对，你也知道嘛，摄像头被损坏了。哦，那是一场谋杀，你怎么会知道是自杀呢？一个囚犯干的。哦，是 Elder Quay 一个看守，他戴着面具。哦 ，OK， 典狱长知道这个事吗 ？OK， 他没有来这里是吧 ？OK OK， 现在呢，我要去搜查那两个人的房间啊。那个警卫没有来，我也没办法怎么样啊，只能等那个监狱长联系上他了。Michael Larasas 跟 Thomas Gracie， OK， 你们两个就在旁边啊，非常有机会犯案。OK。大，我找到了，我找到了，你完蛋了，你知道吗？你知道吗？你被禁止离开你的监狱了 ，OK？ 为什么？为什么？我有点不相信，我在你肛门那边找什么？你是在坐这地方啊？你杀死他？那你坐到底干嘛？嗯？有人想陷害你哦？哦，有人进你房间，你不知道 ？OK？OK？ OK? OK?监狱长，对对，我查出来了，对，我找到了那个刀，对，你可以找，你可以看上面的指纹，对，他说是别人陷害他，别人塞进去，那上面应该没有他的指纹的，对，对 ，OK， 你可以去检验一下 ，OK， 所以我想问一下，那个守卫怎么样？那个不幸那个晚上在监视的那个破坏摄像头的人。OK， 他已经逃跑了。OK， 好吧，就这样。哇哦，等待法院的判决。好的，我等一下。Three days later， 请告诉我法院啊，有法院判决了。等下我要去找人家说话一下。法院判决喽，法院判决是吧 ？OK， 更严厉的惩罚。哦，还要判多少年啊？这个犯人。OK， 他移至哦，电椅吗？哇哦。什么意思？执行死哦，明天哦哦，我是执行死刑，哇哦，这是很大的责任，哇哦，我很高兴的同意，对，我想看一下，给我一个椅子，但是哦 ，OK， 他是一个杀人犯，对，对，他是一个杀人犯，他伤害别人的性命，由我来制裁他，这国家很棒，有死刑可以执行，原本把他送来监狱就是为了改善他，感化他，结果他在监狱里面杀人，不是更加惨吗？对啊，这种放出去不是更加死？对，不行。Tomorrow， 来来来，去死刑去！来来，执行死刑时间到了。你好 ，OK， 时间到了。你有吃的很好吗？对，你还是什么都不要做比较好。对，不，你在做无谓的东西，我就直接提早死刑啊！哎，等下。他是无害，然后只是拥有盗版软件而已就被抓了，哎，然后现在还杀人，这种人会杀人吗？我不知道，哎，再查，待会店内就是你们的。哇，来豆子，来，请坐，请坐啊。OK， 先坐下来 ，OK OK， 来，绑好啊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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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，然后棉花呢，一定要放湿海绵在他头上，不然他头上会超微搭，或者是电流流不进去的，导致他非常痛苦啊。我们让他快速死掉，就要放湿的海绵在上面，让电流直接通到完啊。这是比较人道的啊，对，人道的死亡方式。来，你有什么遗言吗？对，我知道这里他们会发生什么事情。OK OK， 你说未来会发生什么事情是吧？你还有什么话说吗？那我们开始吧。对，对，好可怕，执行死刑啦，行啦 ，OK。第一个呢，我们要先启动红色的，然后要两，然后要有 ，OK， 要两千瓦才可以啊，两千瓦。哦，可以装，可以装 ，OK，OK， 要2000V 啊，2000，OK， 也许高一点，也许带点数目你会死的比较痛快呢。没有，那是直接超一大的 ，OK， 不行，是 A， 要刚刚好的，执行来了，死啦！啊，等下，等下，等下，我没有拉到，等下，等下，等下，啦！
预感到有事情要发生了，完了完了，我们今天先玩到这里啊，完了，看来有暴动要发生了，完了完了，好啦，停时间了，过来一下哦。OK OK OK， 重新完成了，你们给我回去。OK， 看来其实现在故事有点……我电死一个人而已，对，没有什么，有什么问题吗？至少这鬼地方有一个负责任的人，有个魂匠丢了监狱的钥匙，而且不止一副。What？ 我们趁他们在休息时间的时候赶快找到 ，Now！那么我们今天先玩到这里，我们下期呢赶快找回钥匙，不然肯定会发生暴动逃狱事件的。我是监狱狱警森林，我们下次见啊！不要跑啦，我跟你们很 friendly 的，你看我43%， OK， 没有，我们没有很 friendly， 把他们全部杀了吧。